我把他这个记忆就是变成了他的最佳记忆，然后是生平这首歌，谢谢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歌词啊真的是能够把一个人的故事写出来的。那刚才就让后听到小孩的歌了，接下来呢就有这位朋友啊，想要请阿丽呢给我一个礼物，忘记因为可是忘记今天是星期一啊，还有多四个工作日才可以当主播啊。应该是那种很难熬的那一种声音了吗？听得出吗 ？OK， 那马上呢，就要让你听到这首歌阿丽的《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》。在周末如果有去哪里演唱会的朋友呢，现在是不是还沉浸在周末的那种氛围当中呢？一起来听这首歌，一起唱吧。继续的守着 A F M， 我是 Kim。雨打进了这片天，为什么？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，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，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。哇，这样美啊！哇，这样美啊！像我也是跟一样，就是其实也是没有假期，不过我们家这个
但我们时间也是差不多了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很好听啊。听到前奏呢，就应该知道，在逛社交媒体的时候呢，都会听到。是啊，这位朋友9月5日想要听到歌，有 Jack 的 Golden Hour， 就让他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吧。明天继续陪你聊。Thinking on skies, feeling super tired, so down the rabbit hole.